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我们今天要去那个乌龟草堂。乌龟草堂，所以你们打算是结婚是今年的事情吗？结婚的话，我们预计是在他两年后大学毕业以后取得兽医师执照之后，就他正式开始工作以后，我们才会办理婚礼这样。大学毕业，他几岁？他现在是在读学士后兽医，所以他今年26了。哦 ，OK， 哦，所以这边我不用急啦，对啊，我们不急啊。可以慢慢的。耶！这一选可以选择要做榻榻米，或者是做。所以。那既然难得来这一次这么中古风的地方喝茶，当然是要做榻榻米喽。谢谢。这里除了吃茶点之外，其实视觉的享受了。今天来全联超市，今天晚上要开趴。在美国逛菜市场逛习惯了，美国的那个 shopping cart 觉得好大，回来台湾觉得这个好小好可爱，这个太可爱了吧，这个放一个小人就塞满了。准备要，你可以叫林医生买一些纸盘子，我忘记买纸盘子。好。这卡片在这边哈，挂在这边。哇！这边。I'll show you. Wait. You have to press this and then you open the door.Right. Right. 啊，我在头痛，胃痛，我觉得好热。我在笑，你是哪人？是大干杯吗？对啊。你小心的用力。我刚坐下来发现我裤子有湿。哎呦！我上次出门发现内衣扭。怎么回事啊？在美国都是裸体。吃的乌尼吗？
不容易把这边的时差调好了，但是明天又要回去了。明天我们回去的时候是礼拜五，所以礼拜五、礼拜六日可以让他们好好的把时差再慢慢的调回来，然后我礼拜一再回去上班。这次回到台湾，还有很多没有吃到的台湾小吃，但是还是最想吃家常菜，这是我妈做的臊子面，好香哦。给孩子们吃肉燥饭，他们吃得很香。嗨嗨，莉亚 ，Yummy， 嗨。尤其是莉亚超爱吃饭的。今天是在台湾的最后一个晚餐，我们在大圆柏要去吃海底捞。这边就是出了名的服务非常好，所以我们今天来一来，他们就给我们这个绑头发的发圈，然后他们有问我们说需不需要围裙，就是不怕把衣服喷湿。然后我们两个小孩子已经先去他们免费的指甲美容室，这边还有一个小孩子的玩乐区。这个叫做猪脑花，这个、我还没有吃过，第一次尝试，看起来有点恐怖。这个样子，猪脑花，这个虾子。This is water.